Hello， 大家好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又终于一万订阅了。前几天公开了一万订阅 Q&A 的影片，更之前也有许多观众送了影片来为又庆祝。这次竟然现任少女漫画家菲西娜老师也送了贺图给 You， 真是太惊人了！ You 变得如此的少女风，真的是太棒了！这样 GTA 也能被女性接受了吧？太谢谢菲西娜老师了 ，You 会更努力实况的。当然，观众们大概比较不认识少女漫画。来介绍一下菲西娜老师是何方神圣。菲西娜老师就是这本《恋爱生存论》的作者哦。这个是实体本的照片，由长虹出版社好评发售中。想买电子本的话，也可以在博客来网站买到。那《恋爱生存论》的内容在讲什么呢？目前漫画有在网络上连载，想看的人可以到爱创作的网站看。哇哦，竟然是以生存游戏为主题的作品，难怪老师也看 GTA 5的影片了，太有道理了，有兴趣的人可以看哦。菲西娜老师也有在经营脸书与 YT 看起来刚起步的样子，但脸书粉丝团可就非常有料，支持者超级多的呢。想更加认识老师的人可以到脸书逛逛，网址都会放在说明栏里面。而且竟然在脸书上偷看到菲西娜老师竟然有在开班授课，不管是线上课程或是现场小班教学都有呢。对创作少女漫画有兴趣的人，千万别放掉这个好机会。哎呀，变得好像在业配老师了，但拿到这么棒的贺图，真的让 You 太兴奋了。 You 也会更加努力，让菲西娜老师有机会画十万订阅贺图。喂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。不过其实不管大家善不善画图啦，愿意用任何方式支持 You 都是非常感谢的哦，都会像这样公开在频道上，欢迎各位的投稿。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下次再会。